现在要听导游我说什么。今天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主要是看，一个是要念经，念经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始放生啊，就是我听说这边可能好几万只鸟，还有鱼啊，就是放的比较多，这是很高兴啊，这次北京的居士们佛友这么多的人，大家共同做这个善事，做善事，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包括不太信佛的，也有很多善良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格的原则。现在做善事的人不太很多，在这个社会啊，整个伦理道德逐渐下滑。虽然我们知道是我们外在的物质的条件就是越来越有发展有进步，可是我们内心的困惑内心的痛苦呢也不断的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特别希望就是做一些对众生对自己有利益的善事啊。今天呢在座的各位啊大家都有一种热心有一种欢喜心来参加这个放生。当然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呢不多说，我今天强调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价值，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所以我记得在这个弟子问答录啊，弟子问答录里面呢说过，说于时界下品，唯有利众告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今天来到你这里的这个第一句话，于时界下品，唯有利众告啊，意思是就是说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其他的很多事情，意义不是很大的啊，意义不是很大的，唯有的利益众生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价值是最高尚的啊，这也是佛陀极其欢喜的事情。华严经里面也说了啊，说是令众生欢喜，如来欢喜啊，令众生欢喜就是如来欢喜。我们如果让众生得到快乐的话呢，那么自相续的功德积次量自然而然会这个增长。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天我第一个希望呢，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心尽力的为众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就这是我们就今天就是提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珍贵，就是生命珍贵啊，生命珍贵。每一个人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财物、一切地位、一切名声，就是让抱得住自己的最珍贵的生命。所以这样的这个生命的拥有权不仅是我们人类，同时呢所有的世间当中的众生都要有具有这样的生存权，也具有这样的宝贵的生命。那么我们为了所有的众生的生命的维护，一定要在今生当中全力以赴的心持善法，做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放生确实有很大的意义。《法王经》里面也说了，以慈心啊，以慈心故，心方生业。一切男子为我父，一切女子为我母。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当过自己的父母。用慈悲心来放生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是极其广大的。所以曾经在韩川佛教当中的莲慈大师啊、憨山大师啊、银光大师啊，就无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都强调这个放生。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全智无垢光尊者啊、初伽巴尊者啊、中伽巴大师尊者啊，还有全智摩诃仁波切、法王如意宝当无数的智者，也是为这个放生事业呢，就而这个奋斗，并且呢，救护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北京佛友就平时定期和不定期的经常就参与放生，这个是非常
有意义的、有贡献的，哪怕是在一个月当中，或者说一年当中放一条这个鱼、一只鸟，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放生的时候，你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今年做了一个放生之歌啊，放生之歌应该在网上也有。我们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废气呢，让它回归自然的时候，就是让天人也是会感动的，天王也会感动的。那么我们鱼类的这些众生，就是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呢，龙王也是感动的。还有我们在藏地的这个牛羊啊，就是这些呢，也是放在这个草原上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诸尊会感动的。我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讲的。这我就是平时放生自己呢，这个放生过程当中，体会的一种智慧，体会的一种感觉。的确是我们放到的这些众生，不单是他自己也获得了快乐，而且整个这个世界，整个现在强调的是各界和谐社会。那么这个要真正做和谐社会的话呢，可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才能就是得以真实的和谐。所以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是最珍贵的，要生命珍贵的话呢，我们要保护就是所有的这个生命啊，保护所有的生命。同时呢，如果有能力的话，自己哪怕是一条鱼、一只鸟，也要尽量放生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真的还有放多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我说的是这个生命是很珍贵的。就今天我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学习佛法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快乐啊，这个是我今天说的第三点，大家要各位要记住。我为什么这边讲呢？我自己那个学佛很多年，大家应该可能就是也听说，就我们藏地呢，大多数都是从小都是信仰这个佛教的，真正的学佛研究呢，可能也有二三十年了。那么你们在座的各位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人的快乐、人的幸福是完全是依靠外在的一种满足啊，你的房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地位、财产来满足你。从外境当中获得真实的快乐的话呢，相当的困难啊，相当的困难。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内心的自在、内心的看破、内心的这种宁静，那么这样的话，真正的快乐呢，就是自然而然获得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不仅是在外资物资方面有丰富的这种资源呢，就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生存条件。然后同时呢，每一个人呢，不要那么的奢侈，不要那么的这个贪图，不要那么的这个欲望强大啊。这个社会当中现在特别不近人性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呢，日益泛滥。所以我们很多佛教徒呢，确实在从内心当中啊，找到了就是宁静，找到了快乐，找到了自在。这一点我说在座的各位啊，大多数都是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我看我们这里学习如心论啊、千心啊、菩提道次第论啊，很多的这个特别殊胜的、特别有价值的这些教研呢，就是在这个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断的要充电，不断的要学习。因为学习佛法呢，不像我们实践法一样的那么简单的，一定要下功夫。下功夫以后呢，我想佛教的智慧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快乐，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各种以感官性而获得的财物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外在的这些这个事物啊，我们一般来讲是要得到很困难的。即使得到的话呢，外在的这些境想呢，很容易就是耗尽，很容易呢就是离开你。而我内心当中佛教的一些境界呢，就是不容易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寒地大城市里面呢，自杀的那么多？我看一个统计报告里面说啊，中国每一年的话呢，20多万人就以精神这个病呢而这个自杀的。高等大学当中也好，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团体当中，自杀性是非常这个自杀率特别高。
而我们藏地的话呢，99%的人就是信仰佛教。正因为信仰佛教呢，很多人都从来听不到是因为感情而自杀的，或者因为自己的这个事业不成功而跳楼的，这种现象是没有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精神呢，确实是对人类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安宁。因此呢，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呢，就对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也好，对藏传佛教的教义呢很有兴趣，很追求的原因呢，并不是盲目的，也并不是呢就像是现在有些追僧追求迷信，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很多人从自己的精神呢，从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要得到更以充实、更以圆满、更以完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因此呢，我今天就是第三个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完全是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外境上的话，那就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多年这个学习佛法的一种这个心得分享吧。那么有少部分的这种这个时间和精力呢，用在学习方面，做禅啊、念诵啊、看书啊，尤其是呢，我们要这个学习啊，就是学习这个学习佛法。我在这里这个学佛的这些小组里面呢，就是经常提倡文思修行是第一啊，其他的一些心想的一些简单的什么这个做一些仪式啊，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我们放在次要的。所以北京这边的学佛的人呢，我唯一的希望呢，最好是你们把这个精力呢放在这个学习上啊，你学的越好呢，就是最后对你自己得到的收获是越大的。你们学的再好，也是对我个人来讲是也毫无关系的，但是呢，对你们个人来讲，确确实实是收获是很大的。学佛的人和不学佛的人，从心底的这种善良啊，或者做任何事情方面比较起来的话，有天壤之别。因此呢，这个学习佛法也是主要是这个利益大乘，利益这个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大乘教法。所以我今天呢，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呢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很多。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信心、有兴趣的话呢，我们通过网络上啊，通过光盘呢、啊，通过发本呢，也跟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和交流。就是你们今天也并不是来这里来，可能今天想听我的法，就是今天呢，就是只不过是有些是好奇心，有些是我们很长时间呢，就是大家共同这个互相这个学习过，但是呢，就是一直是没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共同这样这个见面呢，就是我听说就是也有这么一部分人。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见面不是很重要的，握手不是很重要的，拍照相也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佛教的这种心理的思想的教育，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人生的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个藏传佛教和佛教里面的教义融入你的心的话呢，面对生活、面对生死、面对任何一件事，对你来讲是收获无穷的。如果你没有得到形象上呢，就什么样的这种表示呢，就是也不太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发声，同时呢我也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开始。那么我的开始呢，就是以这三句话来就圆满。接下来以后呢，我给大家念几个咒语的这个传承啊，还有一些佛号，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念诵的这个加持。只小鸟回归蓝天，欢乐的歌声弥漫天际，天王感动降下了福星，山川河流相和爱意，一条条小鱼出干了。
草树木，我草树木，快乐伤心。Om Mani Om Mani Me Me Hum Me Me Hum Om Mani Om Mani Me Me Hum。 站在路口的人们啊，你要去向哪里？一边是永恒的黑暗，一边是光明。Money